不过你女儿长这么漂亮，可以入境了。啊，对了。首先恭喜你了哈。啊，谢谢。51年是算是61还是62岁？61。61岁，虚的61岁，虚的62嘛。我虚的嘛61，啊，虚的62。不过无论如何，目前你是我们剖腹产科年纪最大61岁，恭喜，两条线哦，两条线，啊，谢谢。你有看到两条线，迟来的幸运。好，我那时候跟当主你一定怀孕，哦，啊，你对了，我有带两块钱了，我有放一个胚胎两胞胎的，我们再赌双胞胎好了。好运到，来，你要抓你抓，抓一大把。好，我来假丁丁，好，你抓，一大把一大把，假丁丁小心，希望，就是整个幸福都满出来。来，小姐，来，蔡医师，右转。我们那时候是跟你先生拉的哈，对，拉这里，大白色，三二一放哦，放，啊，哎，这个叫做幸运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一次成功了哈，好，谢谢，第二次，恭喜了，不还是。我们这个一次成功的这个个案哦，这个是一个里程碑哈。博恩妇产科上次那一个是57岁怀孕58岁生，他最近又要来做第二个。我知道。对对对。他也在看着你啊。我有看他，我有关心他，我有在看。那你是目前我们医院年纪最大的试管婴儿个案，但是是全台湾最大好像是62岁。对。对对对对，所以。破了我们的记录。对了，当然要破记录。其实我不是那么鼓励61岁生小孩，因为家里心中没抗拒。不过我一直在确认你的秀山直肠医院的陈荣生医师，我跟你确认三次还是四次，说可以怀孕嘛？他说你心脏怀孕，所以有心脏内科，因为这个是隔行如隔山，我们尊重心脏内科医师的判断。对。那不过这个当中，你还是会面临高血压。糖尿病的风险比别人多很多，因为61岁。您家读大学的时阵，伊已经80岁了。这个拜托，你要到这，对对对，好，谢谢啊，恭喜。打电话。对的。哦，好嘛，我好。恭喜了。我怀孕有啊，哦。你有听见无？喂。喂。啊！你甲蔡医师讲谢谢啊，哪会无讲？恭喜啦，恭喜！对啊。啊，我愿意帮我到时卡靠恁查囝含恁太太查等，互你看者。我就要对阿咪小叔吼，也将伊好乖，两颗含小叔双胞胎。我有换过一个胚胎双胞胎的，哦，有一个41岁的，换一颗就是。好，恭喜哦，恭喜哦！你叫心，叫心情哪？你叫心情哪？心情？心情怎样？对，收信不良。嘿，对，我们要信号干啦，加刷。OK OK， 好，你不用，你不用，恭喜恭喜，好。好，有听到了。你讲啦。好啦好啦，讲伊有听到，按问题咱这边。啊 OK OK， 恭喜哦恭喜。好。好。帮我拍一下照片。61岁呢，啊，等一下，我这边有没有油性笔？对你真的是破了我们的记录，有没有油性笔？等一下哦。请问等一下听，我找一下油性笔，油性笔，61岁，成功。哎，这样好的，小姐你要拿这个。哦，好。61岁，你请等一下靠近哦。61岁成功哦，一次哦。哇。61岁。恭喜，谢谢，好，那。